过那个，我们就开始时间，我们定的这个是这个时间，对吧？大家时间都是很珍贵的啊，能够参加我们这个会议，非常感谢。我们呢，这个怎么说呢？是一个，我们是个女性群体啊，女性艺术家，我们在这边呢一起讨论、座谈、创作寓言。但是我经常会做这种艺术先锋吧，就是一些讲座，艺术在艺术事业有一定的成就。做了也很长一段时间，自己呢都会有一定的见解的啊，特别是就主要是女性艺术家，这里面当然男性艺术家也可以关心女性问题，但是我很少做男艺术家的那种讲座，主要是以女艺术家为主啊，类似这样的活动是华人女性主义艺术家联盟主持的，到目前为止这已经是19次了，在座的大部分的对这个组织呢。应该是有一定的了解，但是我在这边呢，再做一个简单的再介绍啊。其实它的宗旨呢，就是以女性主义理念为指导思想，团结所有愿意为争取和维护女性群体利益的艺术家、策展人、理论家，共同创造一个互相理解和支持的和谐环境啊。为那些以艺术语言作为反思社会文化结构与性别意识的海内外女性艺术家提供机会和发声的渠道，支持他们用当代艺术的语言来质疑现存社会中的不合理性，尤其关注转型的社会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特有的情感、心理和社会问题。这是我们女性主义艺术家联盟的一个指导思想，一个宗旨啊。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参加我们的活动啊！如果愿意成为一个会员的话，就可以直接跟我联系。下面呢，我们就着重的介绍一下王宝菊艺术家策展人，也是一个艺术主编、文艺主编，而且曾经是今日美术馆的副馆长、今日美术的执行主编，并做了很多的策展活动。在国内呢享有比较高的名誉啊。他呢是1987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2010年开始独立创作，尝试雕塑、装置、绘画等方式。近年来呢，更是以影像创作进入社会和日常生活，以坚实和柔软、冰冷温暖、荒诞和诗意相互冲撞。充满了张力，曾于原点美术馆、艺术粮仓美术馆和城西当代艺术中心举办个展，和那宝菊老师呢，曾经做过几个展览，最早的是2018年，好像是在那个二雷尔策划一个展览，当时第一次跟那个宝菊老师相识啊，他做了一个很大型的装置，是铺在地上，丝袜跟鹅卵石。是组成了一个很大一个装置，那是非常女性艺术的。当然他是追求的东西还更宽泛一点，但是那个作品呢，具有非常强悍的女性意识，所以我当时就感觉到就跟他还特意交谈了一下，我们一起吃了个午饭。后来我知道他是学哲学出身的啊，他对哲学特别感兴趣，那么就非常明显，就他的作品里面哲学性就非常深刻。就是能够看到他的思想性，所以我们做艺术家呢，做观念艺术的艺术家，应该在哲学方面如果有一定的知识的话，他会帮助你的艺术的那种深化。他呢，我接着来继续介绍啊，他并参加了国内外呢诸多的群展啊，像挪威卡巴勒美术馆的中国时代美术馆，那个山东威海美术馆，那个是我策划的啊，还有成都华侨城中心、苏州昆曲艺术中心、北京韩建美术馆、京师美术馆、798 Zero 艺术北京空间 and Sound Gallery 等等。这2016年呢，创办了北京北六环美术馆项目。艺术家个体生命而言，艺术创作是寻找自我的过程，面对当下呢现实困境。王宝菊呢，是难得的能够自觉、自知、自我反省的艺术家，做得非常好。下面呢，我们就请宝菊老师呢，自我把自己的经历再介绍一遍，然后呢，把他的这个艺术创作的一些
较典型的艺术作品做一个给我们大家做一个交流。最后呢，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提一些问题，就是还有自己包括对王老师的作品的理解，还有一些疑问，或者是对个人艺术发展的一些设想，以及对当下这个女性艺术的那种内心的困境，能够有一个能够做一个比较深化的一个讨论，好吧？下面就请王老师开讲。大家晚上好，然后谢谢郭老师，然后邀请我过来然后有这么一个机会呢，和大家汇报一下，先汇报一下我这些年的创作吧。对，我就做了一个简单的 PPT 大致的先说一下。我先说一下关于雕塑和装置这一块。这是比较早的一个在原点做的个展里面的一个叫装置，就是自在物，用那个丝袜包裹的鹅卵石。因为后面还涉及到影像这一块，所以前面我可能说的比较快一点哈。这个是也是一个装置，叫坐装，是椅子和木棍还有丝袜，象征了一种权利。这个是麦克风，还是里面是铁架，外面是丝袜和棉花包裹的。这是主席台，这是用玻璃钢做的一个雕塑。后面会有一个新的一个装置的机械的东西，是这个作品的一个延续。这个是装置暗器，这是在城西那当代中心那儿做的个展里面，是把家庭妇女用的这些日常的墩布啊、掸子呀、哨子呀，把这些东西不断的连接成以那种枪把的形式，就是枪托的形式啊，所以它变成了一种武器。这是装置，是剧场，是一把椅子的后面，把它后面的扇布撩起来之后，形成一个剧场的帷幕的效果。这个是鞍马，这是装置用丝袜和石头组成的一种不规则的形状的不断变化的这是它的细节。这是装置钩子，是把丝袜包裹在鹅卵石上以后用鱼钩勾起来的那种感觉这是它的局部细部的地方。这是用丝袜做的一个天梯，这是比较大的一个丝袜和棉花做的一个大的一个装置。这是用丝袜包裹了电视机、收音机、录音机，然后在丝袜的两个腿的部分把它用鱼线悬挂起来，形成了一个天线的效果。这是做的一个陶瓷的作品，是高跟鞋，这是探讨一种女性和男性性别之间的一个平衡。这是一个平面上的一个装置是把丝袜不断的扭结，然后固定到木板上。这是石头上面把针放在上面，是一个扇风的效果。这是一个雕塑，是取材于当年沙朗斯通演的《本能》的时候的一个剧照是一个职业女性，她一只脚穿着高跟鞋，一只脚是一个马蹄的形状，一种女性的困境吧。这个是在挪威展出的时候，等于是这边的雕塑
后面是那个小孩，小女孩小的时候跳芭蕾舞，学芭蕾舞的时候那些小白鞋，小白鞋上面覆盖着就是陈年的那种蜘蛛网。这是合唱团，就是还没有发育前的小女孩，他们在大合唱，但是在他们的后面有一个男性的这个危险，小女孩对此一无所知。这是丝袜覆盖了这个点亮的灯泡，这是细节。有丝袜包裹的灯泡，就是早年的作品很多都和丝袜有关。这是一个雕塑，这是一个女人怀抱着另外一个女人，实际上她怀抱着这个女人呢，就是她自己，一种作为女性的一种深深的孤独吧。这是用水刀切割的方式把铁锅切开，这是在铁锅底部切割出一朵小花，就是让它们丧失了日常的这种功能性。这是陶瓷作品，就是把小孩的手放在这个装鸡蛋的鸡蛋壳里面，但小孩的手呢，他们的中指都被切掉了，就是中指代表着一种反叛，代表着一种说不，但是当中指被切掉以后，新的一代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循顺吧。这是一个装置，这个圣经中藏了一把刀，这是一本书。这个就是我前面说过的那个雕塑主席台的一个延续。这个作品呢是比较大，是7米2长，然后1米8宽，将近90高，就是在主席台上男性的皮鞋在不停地踢来踢去，这是他的照片。这个是视频的一个效果。大家忽略一下那个背景里边抽鞭子的声音，因为这是当时在苏州展出的时候那个影像的声音。然后我录的时候等于是那个背景声音也录上了。这个装置的效果就是这样，就是男性的皮鞋在这个帷幕下面踢来踢去，是一种交易，也是一种阴谋。这个装置是这个厨具系列，这是把一把刀把它调过来一个个，然后把刀刃冲上，刀背冲下呀，重新焊接的。就是把刀上面沾满了这个玫瑰花的刺，使它丧失了一种使用功能。那么下面也快速的讲一讲这些纸本水墨的一些作品吧，因为我也没有过这种绘画的训练基础，所以在画画的时候就是比较随心所欲。这个系列都是属于暗墨系列。
就先放这些那个水墨部分，然后这一下这个部分呢，是我从16年开始，在因为我的工作室是在北六环这边，那我平常没事的时候我就到处瞎转，那我就会发现很多这种废弃的这些仓房啊、仓库呀、水井房啊这种，那么还有一些小岗亭啊被废弃的，我把它就做成一个改造成像一个美术馆的项目，都是一个临时的。现在做完这些项目以后，很多那些岗亭都已经被拆掉了啊，目前已经做了六个了吧，我就大致的给大家看一下。对，这是对这个项目的一点介绍。这是在昌平的纳帕西谷外面，原来有一个岗亭，然后我呢做了这个标志标牌，就是因为在中国很多单位门口都会竖着这样拿木板写的这种标牌。现在这个岗亭已经不存在了，已经被移走了，当时我把我的作品放在里面，让它变成临时美术馆。这是在长后路那有一大片的苗圃，苗圃旁边这原来应该是一个类似于像一个机房的一个地方，是一个非常破败的一个地方，现在已经被修葺一新加上锁了，这是当时的情况。对，我把那个小孩跳舞的那个芭蕾舞鞋放在了这个环境中，大家可能能看见这个鞋上面覆盖着的那个蜘蛛网，这是当时展览的现场。第三个是在令沟桥东边有一个岗亭，就是这样一个小岗亭，它这个岗亭旁边是一个高尔夫球场，我把我自己的一个雕塑就是放在里面，这个雕塑是基于就是小的时候玩的一个玩具陀螺，就是甩陀螺，然后把那个陀螺的肩部变成女性的乳头。是旁边的农民从这过，第四回是在莒郡，这会儿有一个角楼，然后我把之前做的一个雕塑，这个雕塑是用我小孩的这个校服做的，这个校服，然后把它，因为我们背东西背书包的时候肩部会倾斜，所以把这个校服这个雕塑就变成了一个倾斜的一个小学生的肩膀。然后呢，我又请了一些附近施工的工人，让他们以同样的这个方式一块完成了这个作品，也作为在这个美术馆的一个近似于一个雕塑和行为的一个结合吧。这是当时也在里面把作品放在里面的这个小手的这个。第五回是当时北京做了一个独立艺术空间节，然后邀请了国内外好多艺术家一块参加，里边会涉及到他们的一些作品。这是当时的现场。这是当时我在这个做的项目是在里面堆满了土，然后让请这些来参加的人他们带来各地的土，然后把这个土掺到里面以后，我每天去施水，去浇水，希望里面能长出东西来，就是大家往里面再运土。这是我骑着自行车去给它浇水。这是当时淑仪，这是美国的一个艺术家做的项目，每个亭子我都是把美术馆的标牌都放到那里。
这是去年冬天做的一个新的一个项目，是在小汤山核酸检测点做的。这个亭子呢不大，就是这样一个核酸检测的一个小亭子。我在这个地方做了不知道做了多少次核酸。后来呢就是慢慢的这个核酸这个点儿呢又被废弃了。但是这上面呢贴满了各种告示，有的时候就说今天人员不足去别的地方做，或者说各种通知吧，打疫苗啊，然后镇政府的通知啊。然后我呢就抄写了里尔克的一个诗，把这首诗贴在这个玻璃上，和这些告示贴在一起。这是我扛着这个牌那个牌子，这边是我在往上贴，这是又是抄写的这个诗，抄写这张纸上贴在上面，然后这是路过的这些观众。下面呢就是到影像作品这一块儿，先说一下摄影这一块儿吧。这个是豆腐，是我在村口买了一块豆腐，把豆腐用棉线分割以后呢，然后记录下来，再来这个豆腐整个的从新鲜的豆腐到发霉的豆腐到长了很多虫子的豆腐的过程。这个是一个俯视图，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豆腐从白豆腐变成黄豆腐，到最后变成了黑豆腐。这是侧面图，这个摄影呢是我在回老家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是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当时我们老家街头有很多这个留观室，我拍了将近100个吧。那么这个留观室呢，我也看到有的别的这个地方，别的创作者也做过这个留观室，但是我的出发点和他不太一样的是，他只是拍摄了记录了留观室，而我把这个留观室作为一个观念摄影的方式。因为我们看我原来看很多这个美国电影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个嫌犯的时候，这个嫌犯要拍他的正面，拍他的侧面，那么把它做成一个记录。那么这个留观室呢，我也把它做成一个嫌犯的方式，拍摄了他的正面还有他的两个侧面。这样的话呢，他既是记录者，他是一个避难的地方，也是收纳的地方，也是一个见证者。大家可以看见，就是你看这写着留观室，然后这是他这个侧面，这是他这个侧面，所以他这个就不仅仅是一个对留观室的一个这种平时的记录，你又添加了另外的东西在里面，让它更具有新的一个历史意义。下面我就给大家汇报一下，就是我视频的这一块儿，大概有8个左右的视频吧。第一个视频作品就是波兰，我当时邀请了56个18岁左右的青年男子，就是拍摄他们喉结蠕动时的样子。这个喉结，这个它是一种吞咽，有时候我们哽咽的时候，或者我们发声的时候，喉结都要蠕动。那么对男性来说，它是一种权力，是一种高耸的东西，同时也是一个男性最薄弱的地方。
这个波澜呢有两种呈现方式，一种是这种排列式的方式，就是把这些喉结排列在一起，大家能看见吗？你会看见这些喉结蠕动的时候像海浪一样。我可以点卡，能看见。是吧？这边应该不动，是吧？就比较缓慢。网络有点问题，可能有点卡，但是可能大概能看清，但是中间的地方没动，两边是有喉结在蠕动的。就这样就行了。就放到这儿吧。行，那就大概就是这样情况，然后这是当时的截图。有这个视频有音乐吗？没有音乐，没有声音的，是无声的。那个效果可能挺会很好。对，那个很，整个房间的啊，就是四边墙。都是这个人一进去好像就被这个 保卫住。上次那个郭真老师策划的是在威海美术馆那个展览，威海半岛美术馆，那个时候当时是房间里面是等于特别巨大的喉结，就是整个一面墙是一个喉结。哎，我这图片怎么没有找到？我找啊，我一会儿再找一下哈。那我再往下走。那往下进行第二个，就是这个行为录像叫加一笔，就是在望京街头或者是在中国很多城市都一样，就会有很多标语，那我在这个每个标语的每个字上加一笔，让它在保持原有形式的基础上让它丧失原来的意义或者增加新的意义。这是在望京靠近五环的地方。你这个行为很危险的。是。太有意思。
就不全放完了。对，这个标语是你之前已经看到过了，是吗？所以，对，看到过了，然后那个地方觉得比较好操作。对，那后来呢？这个东西延长了多长时间？延长了也就是一天半天的时间吧。但是人们经过的时候，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对，因但是为这我们的标语太多了，就是你觉得那是个标语，你根本可能不会去看它的内容是什么。所以你增加一笔和减少一笔，可能对这个东西的这个意义就会，你做了它，你让它发生了，但是呢，对，我就觉得这个挺好玩的，反正，给人都习以为常了，这个好像就路过就已经过去了，一扫而过。对，是。就生活当中，我有很多东西都被我们忽略掉了，也没有，就习以为常了，习惯的东西啊，是比较难以。然后下一个视频作品呢，就叫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切如常。这是我在望京的一个路口，有很多那种隔离墩儿、隔离球，把隔离球请人把它搬起来，然后在隔离球底部写上诗。然后再把隔离球搬回去。那么，当你把这隔离球搬回，用很短的时间完成这个事情以后，那么隔离球又回到它原来的状态。人们经过的时候，并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说有一首诗写在了这些隔离球的下面。对，这是在特别早的天还没太亮的时候。这个在隔离范球围。一共是31个，我正好自己原来写过一首，类似于小诗的东西，是31个字儿，我就把这首诗写在了这个隔离球的底部。现在他们等于帮我把它全都周起来了，搬起来了，然后我开始写。有好多人帮忙了呢。对，请了好多工人，因为他这个隔离球特别沉，得有200-300斤。都请他们帮我搬起来。我用粉笔写。我那首诗就叫《海写在隔离球的后面，》。对，写在它的底座上。然对，后写完以后呢，他们又帮我把这隔离球又搬回去，就是恢复原状。意图是什么呢？意图，你的做这个活动的意图，当时的那种思想就是。我当时是想，这个城市，这个隔离球是被隔离，是隔离东西的。那么城市会变成了一种机械的隔离的存在。那么城市是需要诗意的。我把这首诗写在这个隔离墩的底下，是让希望这个城市得有一些些诗意的成分。当然了，最后你这在底下是没有人发现的，但是我做过了。我让他有一点不同，就是这意思。OK，明白。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但实际上发生过了。对，这个路线还没搞上去，路线还没上。哎，放着呢。没放，你们先把以前那个录像关掉。我看，还是以前的录像。sorry。加一笔，OK，还把那关掉。现在呢？现在对了，好嘞。这个隔离球啊，我原来没明白什么隔离球，隔离墩儿，又是很重的，很大啊。特别沉。你看他们这些都特别那种难的，他们要好几个人才能把它搬起来。诗写在下面哈，对，诗写在这个隔离墩的下面。
很幽默、啊、对，这是什么地方啊？也是望京吗？啊，也在望京。那城管没来管你？哎呀，就是早上天还没亮呢。你看路灯还都，路灯还亮着，早上天还没亮呢。嗯，上班之前。对，上班之前。像打游击一样。是的，二音曲线。我给大家念一首诗，这首诗吧，就是叫海。嗯，想念一片海，一片液体。啊，湖行不行？河呢？一小片水洼呢？或者自己流一滴泪呢？这就是当时写在这个石墩底下的这首诗。嗯，这首写完以后，这些工人又帮我把这些让他们又恢复原样了，恢复到这个原样。嗯，是儿子给你拍照吗？摄影？没有，这是请朋友帮着拍的。嗯，就是什么都没发生。对。啊，这就是刚才我读的那个。啊，想念一片海。嗯。第四个视频作品就是叫来啊我们跳吧，这是我做的一个也算是行为录像吧，请了两个人帮我在这个也是望京靠近大山子的地方有一条水渠，然后他们在水渠两侧摇绳来跳绳。就是说虽然是摇绳，但实际上是人是不能在里面跳的，是带有一点荒诞吧。这个视频都看到。嗯，这个视频都能看。这个看得见吗，郭老师？郭老师？看见，看见。啊，好。就是这个声音吧，在这个城市里就比较诡异。嗯，它有点像就是皮鞭蘸了水的那种，有一种刑具的一种声音。它抽打在水面上，这个声音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好像也是早上是吧？
啊，这也是早上吗？没，这是下午。中国好像给人的印象就是，对，就是很多人的。对，这是下午。那里面好像就感觉不太像中国的感觉，没人。对，这也很有意思，很荒诞，有点，嗯。幽默，西方文化你知道，它幽默是它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它那个非常 value 这种幽默感。嗯，这就是这个。带着哲学脑袋的脑思考的人，哲学这种东西对人类没有，艺术家是他创的东西就不太一样，他是可以是很多空间去思考。就大概是这样，然后往下走，嗯，下一个啊。大家能看见吗？你会看见这些喉结蠕动的时候像海浪一样。我可以点卡，能看见。行，那就大概就是这样情况，然后这是当时的截图。有，这个视频有音乐吗？没有音乐，没有声音的，是无声的。那个展出的那个样式，你没有放出来，就整个房间就是。对，那个。哎，刚才有那个好像没有是吗？那个效果可能挺会很好。对，那个很，整个房间的啊，就是四边墙都是这个，人一进去好像就被这个保卫住了。我记得放住了，那个是上次那个郭真老师策划的，是在威海美术馆那个展览，威海半岛美术馆那个时候，当时是房间里面是等于特别巨大的。喉结就是整个一面墙是一个喉结。哎，我这图片怎么没有找到？我找了啊，我一会儿再找一下哈。那我再往下走。啊，保持的这个。那往下进行第二个就是这个行为录像，叫加一笔，就是在望京街头或者是在中国很多城市都一样，就会有很多标语。那我在这个每个标语的每个字上加一笔，让它在保持原有形式的基础上，让它丧失原来的意义或者增加新的意义。这是在望京靠近五环的地方。
就不全放完了。对，这个标语是你之前已经看到过了，是吗？所以，对，看到过了，然后那个地方觉得比较好操作。对，那后来呢？这个东西延长了多长时间？延长了也就是一天半天的时间吧。但是人们经过的时候，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对。因为我们的标语太多了，就是你觉得那是个标语，你根本可能不会去看它的内容是什么，所以你增加一笔和减少一笔，可能对这个东西的这个意义就会，你做了它，你让它发生了，但是呢，对，我就觉得这个挺好玩的，反正就习以为常了，这个好像就路过就已经过去了，一扫而过，对，是。就生活当中我有很多东西都被我们忽略掉了，有没有？是，就习以为常的习惯的东西啊，是比较难以然后下一个视频作品呢，就叫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切如常。这是我在望京的一个路口，有很多那种隔离堆隔离球，把隔离球请人把它搬起来，然后在隔离球底部写上诗，然后再把隔离球搬回去。那么当你把这个隔离球搬回，用很短的时间完成这个事情以后，那么隔离球又回到它原来的状态。人们经过的时候并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说有一首诗写在了这些隔离球的下面。这是在特别早的天还没太亮的时候，这个隔离球一共是31个，我正好自己原来写过一首类似于小诗的东西，是31个字儿，我就把这首诗写在了这个隔离球的底部，现在他们等于帮我把它全都周起来了，搬起来了，然后我开始写。有好多人帮忙了呢。对，请了好多工人，因为他这个隔离球特别沉，得有200-300斤，都请他们帮我搬起来。然后我用粉笔写，我那首诗就叫海，写在隔离球的后面。对，写在它的底座上。然后写完以后呢，他们又帮我把这隔离球又搬回去，就是恢复原状。意图是什么呢？意图，你的就做这个活动的意图，当时的那种思想是什么？我当时是想，这个城市，这个隔离球是被隔离，是隔离东西的，那么城市会变成了一种机械的隔离的存在，那么城市是需要诗意的。我把这首诗写在这个隔离堆的底下，是让希望这个城市得有一些些诗意的成分。当然了，最后你这在底下是没有人发现的，但是我做过了，我让它有一点不同，就是这意思。OK， 明白。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但实际上发生过了。这个录像还没搞上去。录像还没上。哎，放着呢，没放。你先把以前那个录像关掉。还是以前的录像。现在呢？现在对了。好嘞。这个隔离球啊，我原来没明白什么隔离球。隔离堆儿。又是很重的，很大。特别沉，就你看他们这些都特别那种难的，他们要好几个人才能把它搬起来。诗写在下面哈。对，诗写在这个隔离堆的下面。很幽默啊。对。
这是什么地方啊？也是望京吗？啊，也在望京。那城管没来管你？哎呀，就是早上天还没亮呢。你看路灯还都，路灯还亮着，早上天还没亮呢。嗯，上班之前。对，上班之前。Very interesting.我给大家念一首诗，这首诗吧，就是叫海。嗯，想念一片海，一片液体。啊，湖行不行？河呢？一小片水洼呢？或者自己流一滴泪呢？这就是当时写在这个石墩底下的这首诗。嗯。这时候写完以后，这些工人又帮我把这些让他们又恢复原样的，恢复到这个原样。嗯，就是什么都没发生。啊，这就是刚才我读的那个啊，想念一片海。嗯，啊，第四个视频作品就是叫《来啊，我们跳吧》，这是我做的一个也算是行为录像吧，请了两个人帮我在这个也是望京靠近大山子的地方有一条水渠。然后他们在水渠两侧摇绳来跳绳。嗯，就是说虽然是摇绳，但实际上是人是不能在里面跳的，是带有一点荒诞吧。就是这个声音吧，在这个城市里就比较诡异。嗯，它有点像就是皮鞭蘸了水的那种。有一种刑具的一种声音。这也很有意思，很荒诞，有点。嗯。很幽默啊。西方文化你知道，它幽默是它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它那个非常value这种幽默感。因为这就是这个带着哲学脑袋的脑思考的人，哲学这种东西对人类没有，艺术家是他创的东西就不太一样，他是可以是很多空间去思考。
对，下一个影像作品呢是叫哈，是我在北京冬天特别最冷最冷的一天，然后我在那个望京 SOHO 那个办公楼的那个大玻璃上，每哈一口气，写下诗的一个字，最后完成的就是博尔赫斯一首诗，叫《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其实是用这种哈气的这种在寒风中快速的消失，来探讨一种生命啊、思念啊这些的一种快速的消散吧。一切都会随风而逝。看得见吗？看得见。当时拍这个作品的时候，就遭到了他们那个望京 SOHO 保安的多次驱赶。我像打游击似的跟他藏猫猫。那天太冷了，北京最冷的一天。但是就是特别冷的时候，你哈的气才能哈得特别大，哈在玻璃上。那就先放到这儿哈，就是。这个等于最后我一直把这首诗全部写完。然后下面给大家先介绍一个新的下一个作品。这个作品是叫播种。我是把我家里边的几本诗集把它用剪子先给它裁成条，然后最后给它揉成球，揉成种子的形状。然后呢买了一个农用播种机，把这些种子呢播在那个望京的那个大街小巷上。这是在去年的清明节，因为中国有句民谚叫清明前后栽瓜种豆，所以在清明前后我就把这些用诗集做成的种子播在了这个街道上。看得见吗？Yeah. OK. 是去年的这个时候播种。哇。
对，大家可以看见那个种子从播种机里边出来的，可以看到，然后它会很有规律的等距离的播种，这也是在望京的大街上。这是行为艺术，这么好的行为艺术。嗯，在国外做行为艺术，即兴的不是很多，大部分都是经过一定的思考、设计，而且有道具。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那个种子，白色的那种。嗯，可以看到。嗯，非常好。嗯，这个就放到这吧，也不能放完。这个。好。然后给大家，这个就只能放一部分。嗯，下面啊，如果大家一会儿想看哪个的话，再给大家再重新播一下。我就先把能放的先给大家放了，给大家放这个作品吧，就是配乐诗朗诵《荒原》。嗯，这个是我在也是在望京啊，在那个十字路口都有那个红绿灯那信号灯，当红灯绿灯的时候，它的声音节奏是不一样的。那么我就根据这个节奏呢，朗诵了这个艾略特的《荒原》，拿这个节奏作为背景音乐，嗯，作为一种配乐吧，所以叫配乐诗朗诵。那通常我们会觉得配乐诗朗诵都是比较抒情的，诗是带有连续性的。那这个《荒原》在朗诵的时候是把诗整个是割裂的。它变成一种机械的一种朗诵，所以让它丧失了诗意。嗯，大家看吧。嗯，看得到吧？看得。嗯，看到。听不到声音。嗯，这个听不到声音。嗯，听到声音吗？听到声音吗？啊，那刚才那几个呢？那刚才那几个都没声音吗？都没有。是吗？现在呢？现在有了。荒原，艾略特，一，死者，葬仪，四月，是，
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掺和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冬天时，我们温暖大地，给助人遗忘的雪覆盖着幼教枯干的球根，提供少许生命。夏天来得出人意外，在下阵雨的时候来到了斯坦普基西，我们在柱廊下躲避，等太阳出来又进了霍夫家等喝咖啡，闲谈了一个小时。这个影像里面是一个多小时，然后就先给大家放一部分吧，就是根据这个节奏，然后红绿灯的节奏来什么。然后现在回过头来再把刚才那个跳绳的那个给大家看，再看一下是不是刚才没有声音。这回有声音了吧？有。哦，那刚才的时候没有声音了，厉害啊，这个厉害。增加很多的气氛。这下感觉出来了。对，这个作品这个声音是很重要的。对，因为这种抽打的这个感觉是。播种可能可能。这感觉一下就不一样了。是的，还是很幽默的一件事情，现在很犀利了。是，我刚才还在这说那个像皮鞭战士抽打，看来还没声音。就毛骨悚然了有点。是的，对。那就差不多了。阿西和那个播种那个还有那个播种那个还要听一下声音吗？播种也听一下吧。好嘞，那就暂停。看来是很重要。是的，声音很重要。现在有声音了吗？有吗？一本什么书啊？你把它放在在片头的时候会看见有几本书籍，是把这书籍裁成条以后，然后揉成球。然后揉成球以后，把它放到这种。
差不多这个，嗯，翻译一下，非常好，非常好，嗯，这个还可以开始，嗯，把这个声音再听一下。声音吧，有声音吗？有声音。这个也必须有声音，因为对他每次发气和这个动作，它都是一起的。对吧？那我就看看那什么给他开吗？那个商业水平那个，你看水平子还没搞了啊？水平那个啊？那把那边看一下吧。啊，看一下啊。这是把那个矿泉水瓶然后用热水浇完以后的一种扭曲和痉挛的状态，这是当时是在时代美术馆展出过，现场操作的吗？这是拍的录像。我在我拍完以后录像，然后在那儿放映的。这个也没声音，这个是没声音的，这个本身没有声音，这个还有波澜都没有声音。我觉得我上次看的那个，当时给你看另外那个艺术家，他是用水做的那个，你记得那是谁的吗？记得吗？给你看。啊，就我觉得好像还有一点点这种相通的地方，但是不太一样。它是冲人啊，像大洪水来之前的那种，然后人们的那种各种状态。嗯，只不过我这个是用瓶子来表现的，它是用真实的人来表现的。我忘了那个艺术家名字。中国艺术家吗？是一个外国艺术家。嗯，我回头找一找。那个在那个石墩下边写字儿那个声音还挺。那不能听，那不听啊，那不听。那个有查吗？嗯，大概是这样吧。反正最后就是不断的这种扭曲啊，然后倾倒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嗯。嗯。这个和波澜差不多，就相对而言很深刻哦。对，就是画面比较单纯，然后就是在特别简单的下面想表达一些更多的东西吧。啊，不带有更多的叙事性。嗯。一种抽搐吧，啊，然后我现在就是基本上把我的作品呢，就是介绍完了，然后我现在想回到这个标题吧，就是抵达艺术，抵达自己，
为什么会起这样一个标题呢？是因为来源于就是欧洲六十年代有一首歌叫 I have never been to me， 它是说一个女人去过了世上的山珍海味，然后到过了各种奢华的地方，然后经过了各种这种过了很多有钱人的生活，但是他 I have never been to me， 就是歌词的翻译是说他从来我从来没有找到自己。那么我把这个歌词是想理解成是从未抵达自己，所以呢我是觉得我自己比较幸运吧，我觉得通过艺术我觉得我找到了自己，我抵达了自己，所以这是我对这个标题的回过头来的一个说明。对，还有一个说明是什么，就是这样吧。这一种个体的创作吧，用个体的创作来呈现艺术，然后通过艺术找到自己，然后找到自己的内心，找到你的内心和艺术相结合的地方啊。那么这就是我想说的一些东西，用这个来体验生命的喜悦，然后发出生命的光芒。那我就先汇报到这儿吧。对，然后汇报不能说汇报啊，就是汇报吧。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特别这几年的作品，我们因为展览的机会也比较少啊，所以我没看到过这些作品，有些这种影像的作品，其实很多行为艺术了。作品你的那个思路很开阔啊，很深刻，很那种既尖锐又幽默，非常的非常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自由发言，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是这样，那个你可以把这个share screen 关掉，然后我们大家都可以录，把自己的把 share screen 关掉。稍等一下，非常精彩，今天那个王老师的讲座非常精彩，但是那个特别这三年啊，我们也没有很好的交流，而且那个这个社会整个都是封闭的。所以很多的结果他还是做了很多作品，你看自己一个人在那边不断的耕耘，每个作品都做的是有一定的空间啊，让我们大家去思考。所以呢我感觉那个这次真的给我们开了眼，好像我们在这三年当中大家也都在增长，都在做各种不同的事情，但相比较而言呢，王老师真的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一个榜样，而且他的作品呢都是经过很成熟的一种思考，然后把它呈现出来的一个现象，然后用这种艺术活动呢又引发了这观者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人的进步的去从自我的角度进一步去思考。我看到了那个王老师，我有几个问题啊想问一下。在你看你以前的作品，因为以前我们还是比较了解啊，你参加了很多展览，像2018年的时候我在长沙策划了展览，你也参加了那个作品叫暗器了，对，我当时看了作品非常喜欢，因为它有一种非常明确的女性立场啊，女性立场的观念啊，感觉当时做这个展览的时候，那个就是那个馆长，就那个美术馆的，他们还想把他这个作品撤掉，因为他是一个商业单位啊，所以他感觉到这些暗器呢，这些东西都是黑的，好像对他们生意有一种不吉利的感觉。我还跟他讲了，给他讲解了半天，然后这个作品也没有拿掉，那个很有意思。非常好，所以我对你像你以前用的丝袜啊做的那些作品啊，那个在桌子底下的腿的动啊，那个
还有那坐在凳子上的两条腿，还有很多的那种天梯，还有就是跟很多女性那种观念啊，特别接近。但是你就是这三年当中你做的这些作品呢，好像就是在就好像在脱离这个女性的这个思考了，这个好像把你的视觉呢扩展到了一个不同的位置，是不是你对这个艺术的方向好像有一种思考，有一种想改变的一种，是什么想法这个？因为我看了你这些影像，譬如说播种啊、加一笔啊、哈呀、啊、什么也没做啊，这些啊，它都有一种好像更趋向一种哲学思想的一种，跟社会成为一个社会啊，那社会现象啊、社会思考啊，就是带一种活动家了，就已经超越了一个艺术家的这种范畴。反正我的感觉是这样，你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你现在你所追求的和你以后想能够进一步的去发展的那种思考的那种想法，说一下交流着。我这个我很想知道。我有时候也想过，我觉得可能它是一个特别自然而然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今天然后我发朋友圈的时候，我说了一下，就是说不要给自己太多的限定，就是你不是因为什么东西响应了某种号召，或者是遵循了某种原则或者什么，你才去做作品。而这作品它应该是来自你内部，而不是来自外部。就是你自己内心想去做什么的时候，这个东西它是完整的。当你受到外界特别多干扰的时候，它就会受到伤害。我是这么想的。对，就是我为什么会做这些作品我也不知道，我就忽然间想做这些作品了，我就觉得这个方式是比较合适的，然后我就想用这种方式做。那么之前呢，等于是做装置啊，做雕塑，其实也都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你自己。但是现在这种影像方式我觉得可能是最适合的。那下一步做什么我不知道，比如说下一步也可能用别的方式，或者说赤膊上阵也去做行为，我不知道。但是目前来讲就觉得这种方式是合适的啊，对。然后是想把这个不要太多的限定自己，就是就而不是说你做作品的时候你就觉得啊，我今天在做作品，我是以一个女性艺术家的身份在做作品，我必须要做出女性主义的东西来。那么我就是说，你如果给自己这种限定的话，那你作品在思考的时候就会受到一个，就是它会受到一个怎么说，会被干扰。而这个作品做出来以后，它是不是女性主义作品或者是什么样，那么是由策展人啊、批评家他们来评判说，哎，这可能是女性主义作品，我觉得这都没关系。但是做的时候我不能跟我自己说我现在要做一个女性主义的作品，我觉得这样可能是一个顺序的问题，就是不能把这个颠倒。那我明白，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讲是这样。但现在呢，这个社会当中啊，有很多存在了很多，出现了很多这个关于女性的社会一些问题，譬如说铁链女啊，这个铁链女这事情的发生呢，对我们那个国内啊或国外的这个女性，特别女性啊，包括男性也在内，对女性这种社会的待遇啊，那种现象就有一种深切的那种痛处啊，那种感受非常强烈啊，所以形成了一种好像网上的一个运动一样。但是呢，因为很多的这个社会的原因吧，所以女性还是很属于弱势群体嘛，所以他们的声音还是得不到一种认知，或者得不到一种深刻的那种持续性啊，就是中间给断掉了很多。但是有很多的艺术家呢，在这个用艺术的形式做了一些这样的作品。作为艺术跟社会的这种关系啊，它在当代艺术里面它也是很明确的。
但是就是在以前的艺术当中，它是唯美的或者是唯艺术而艺术的东西，是跟现在的当代艺术是不同的，应该是从基本立场上是不同的。就是现在很多人在这方面产生很多矛盾啊。当然你的作品也是跟社会联系很多的，就是说从你个人角度啊，你感觉到女性艺术以后的发展趋向是怎么样，是不是因为她只关注了女性，就觉得跟一个整个社会 是一个因为女性她是社会的一部分，但是她反映的问题是一个社会的问题。所以说很多艺术家在这方面他有一种纠结，有很多人也做女性主义艺术啊，但是呢他呢就是说他感觉到女性艺术是一个支流啊，是一个一部分，因此呢他要做一个整个社会的整个关系的整个人类的大艺术。像最明显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林天苗啊，他自己直接就是这样说的了。就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就产生了很多矛盾，就是我心里有这种对女性的那种同情，也自己本身是个女性，也很想去努力去从艺术的形式来展示这个。另外呢他呢又感觉到啊，他也有其他的一些想法，就是说但是人的这种经历啊时间都是有限的，他必须就是说能够把一个事情揭示的更深刻，或者更有力度，或者是不是应该集中一个方面，或者是这个你是怎么对待的，我想就是想了解一下。其实我是觉得艺术，从艺术来讲我觉得不分什么大艺术和小艺术，因为最终还是说以作品来说话，就是你觉得你在做大艺术，但是你作品不成立那也没有意义。那么只要这个作品你是自己从你内在出发，有你自己的内在的逻辑，我觉得就可以。所以我不太在乎说别人觉得你这个是大艺术还是小艺术，你是不是女性主义艺术家，你还是什么更观视野的大潮流的，或者是怎么样的社会的，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就是别人怎么定义你，标签你都不重要，最重要的还是你的作品怎么样，是吧？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啊。你如果是以艺术家的身份，那艺术家是要拿作品说话，而不是说你前面冠什么名头，你是中国的、世界的、民族的、女性的、男性的、少数民族的，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OK， 对，挺好。就是说你以前的作品，那里边有很多的女性主义、女性艺观，从女性的角度做的，而且做的非常的有哲理性啊，也有形式感，而且从意识的角度呢也是也是做得非常的好的。为什么这几年你的艺术方向好像有点改变？如果是要你说的话，你是完全根据自己的心情的或者自己思考的东西，但为什么你思考的东西有点转向呢？你有没有问过自己啊？对呀，没问过耶，没问过。我原来我就想，就是我其实我觉得可能说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啊，就是原来人家问我你为什么要做艺术，我说就是因为就原来就像一个冰山，我冰山上堆满了积雪，然后它开始融化了，它就开始往下流，然后就开始做艺术了。那也许呢原来是前面山的水融化了，做了那些作品，现在后山的水融化了，做了现在这些作品。所以它什么地方融化了我没法控制，我这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也有道理，也是有道理。你是一个思想家、活动家、艺术家啊，非常好。还有这个我想有个作品啊，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豆腐的、他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事物的沉淀就会腐败。豆腐当时我是在我们村口的那个超市买的，花了8.3元。当时买回来以后，我最早是想做一个极简的作品，是因为我用线把它都打成相同的块嘛，就做一个特别极简的东西。但是把它放那儿以后，我把线给它打完格以后，
他第二天就开始发黄，所以我就想让他一个新鲜的东西，一个生命体，它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它不断的腐烂，然后最后长毛，然后里边长了好多虫子。有一个人当时看了以后，他就说有点像我们在疫情期间被隔离的状态，然后生命在不断的被蚕食啊，就是也可以那样理解，也可以，嗯，对。OK， 这有个朋友提了个问题，嗯，说作品真的太棒了，特别喜欢那个跳吧，他想问问王老师。关于这个改条幅的作品设计的打算每个字都改吗？有没有想到只改其中的一两个字啊？比如说人改成大，他觉得这样的话可以保持的特别久。嗯，也是一个建议，因为当时是想把整个标语就是每个都改掉，对，每个都改掉以后实际上它就面目全非了，嗯，但是你乍一看的时候你会注意不到的，你以为还是原来，就是你让它其实丧失了意义，其实都是面目全非了，就是你改了其中两个的话其余的意义还在，对，嗯，那个另外一个朋友讲就是说这个种子啊，如果改成民主自由公平的话就可能意义是更大的，嗯，哎，永宪你好像在吗？在不在？永宪啊是在欧洲的一个策展人，他的那个最著名的一个策展的就是图图个女，她现在一直在做这个图图个女。不好意思，那个怎么今天对我刚才突然没下那个，对，郭老师我能说什么，我还正在想我想说什么，但是我还没有特别组织好，我那个刚才谈到这个动机的时候哈，我也正在想哈，是不是女性主义哈，作品，其实我特别的同意王老师的想法，我觉得就是说其实这个女性主义或者是女权主义的话，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其实还是不能够只是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很小的框架，无论是在创作还是在题材，在选题的时候，所以我们去年的十周年的图图歌女，我就是选的作品哈，也不是在经典意义上的完全的是女性主义的作品，但是我觉得就是其实你在文案就说的嘛，就是包括战争，包括现在中国的各种处境的话，我觉得它其实一切都是男权社会的结果，所以其实我们在表达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不是就说如果就像王老师说的，如果他你对中国女性具体的事有一件什么事件，就是说铁链女你有什么感想，你可以做这个作品，如果是你对其他有什么感想，包括疫情或者那个，我就觉得它也是女性主义的作品，至少我是这样讲，它可以是女性主义的作品，这个就是我想跟王老师说的。我刚才在想哈，我看了一下王老师的这个行为艺术，他特别想让我想起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特别受激浪派的影响，行为艺术你知道这个激浪派吗？我好像听说过但不是特别了解但是你如果是我看的话，我觉得你就特别受激浪派的影响，你们现在这个作品七十年代六十年代他们都做过这个，而且是像你的那个跳绳什么还是典型的激浪派的作品，其实你可以去查一下。好啊，我回头看一看因为他激浪的发生，它首先就是一个哲学的思辨，你看它包括凯奇的3.3 我觉得那个就是这个整个这个包括行为艺术包括那个音乐，它最早还是就是一个非常哲学的诗化的，然后呢它又充满着社会意义的
对不起，我刚才听了我王那个郭老师说，我那个突然在想哈、啊，你刚才做的，这个写字那个叫什么？啊，其实我觉得你这个东西吧，还挺有意思。但是我觉得还更有意思的，或者是他如果可能的话，我觉得目前国内的情况很难，实行。但是我觉得如果可以。我不知道中文怎么叫它，英语它叫 fresh mob， 就是一群人，比如说哈，就是北京有20个或者100个艺术家，全部都去什么地方写一个，一首诗，然后表达自己，待会儿又走了。其实这个事情哈，在70年代、80年代一直都是一种特别先锋的社会行为艺术。其实我觉得那个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把它做得更有，我们刚才不是说，我刚才说社会有意义的话，我觉得可能也许它，我不知道应该怎么，但是对你个人来说，但是如果是作为作品，它的震撼力也许更大一些，这个是我刚才想到，我刚才都没组织好，所以那个郭老师让我说话，我都不应该知道应该说什么。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你做的这些，你最早的这个袜子什么的话，当然这个就是特别经典的女性主义。但是我觉得你后来这些思考的话，挺棒的，而且不管从形式到。但是呢，我刚才在想，如果你可以把这个形式哈推向极致，然后就像我刚才说的，把它变成，刚才我们不是古老师说了吗？虽然就说它赋予的什么样的社会意义，但是策展人不同的时代的批评家他们有一个推论，但是我觉得像您做的，你做的这个行为艺术和你那个哈，它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变得更加震撼一些，如果它不只是一个自己对自己的情绪的表达，或者是只是想达到自己，其实我们要达到社会也是要达到自己。这个就是我的刚才的一个想法，我在想为什么没有在国内出现这种集体的这个 fresh mob， 就是一个大型的行为艺术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它其实这样的话使艺术和社会政治的话它就更容易融为一体，它也可以充满诗意，也可以黑色幽默。我在想可能也许这个是以后中国女性艺术家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方向也有一些创作的空间吧，就是刚才这位是雍宪老师是吗？那个我理解您说的，实际上目前在国内想做这种比较极致的大型的东西可能实现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就包括我拍这些好多都是偷偷摸摸拍的，还是被驱赶着拍的，所以就是那种理想的状态目前还不太能够达到。对对，现在就是这样。不过挺好的，挺有意思的这个你的思考，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真诚的。其实这个女性主义它可以更宽泛的可以理解，它可以是形而上的，它也可以是形而下的，可以是具有唯美程度。但是我觉得你朗诵的那个诗哈，就是艾略特的那个用反讽，就是用这种不诗意的哈，这个挺棒的。因为这种诗意的话就很容易流入俗套了，因为以为诗就是那个，所以这种作品哈可以我觉得可以做得特别有意思，而且它就是一个其实在这个意义上哈，当然我在想我们因为刚才跟女性主义有关系，其实可以把有一些跟女性生存状态和历史上和女性自我或者表现有关的诗
或者是，但是这个是每个人艺术家的自我的选择的话，这个它就会变成一个特别女性主义而且非常当下的作品，又更当下的社会的，就是我刚才想，但是不是说王老师，我不是说你建议您肯定要选择你自己喜欢的诗，那个，所以这个诗可以，这个可以非常广泛。对不起，我又开始说的太多了，请其他人说吧。安吉丽娜。王老师您好，就是我这次听了之后，我的感受就是从最初丝袜你对女性的这种处境的一种观察、体察的一种表达，到后来就是，我觉得你的作品里面有很明显的一种发问，这种发问都是有所来源、有所象征、有所指涉的，这种发问也非常的棒。还有到最后就是我觉得在各种各样的诗里面，通过这种诗的一种不管是种播种啊还是哈气啊，我就感觉到其实非常的就是现代人的一种困境。因为在这个社会里面大家讲求的是效率，男女的眼泪都不在乎，男女的脆弱都不在乎，所以是这种柔情无处安放。所以我觉得你的作品打动了我。然后我想我就是在这种就是从作品的这种思路对女性的关注，再到从个人的角度和世界的这种关系，以及我们自己对世界的这种感触，如何在世界里得到安放的这个过程，我就想就是结合这次的主题，我发现你说的抵达其实就是一种你的自我确认，就是一种自我确认，我确认了我的感受，然后我也确认了我自己的这种合理性，然后我把我的这种自我确认通过这种作品表达出来，所以你才最后朴素的到达了自己，抵达了自己。 OK， 所以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然后因为那天郭晨老师给我发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到就是今天我们都说抵达，不管在佛教里面抵达彼岸，还是说在各种领域里面说抵达自己，其实抵达是它是一个哲学命题。那就是在这种自我，你通过自我确认来抵达自己。那天我也想到了安心立命，那对你来说这个安心立就是你是通过自我确认感受到了，或者说你认为自己抵达了，我也是这么觉得。这对每个人都是探索之路。那在这个社会的这个实际的存在里面，比如说郭老师，你现在的主要工作是什么？收入是什么？包括你现在是有艺术家和策展人的身份，这两个身份，你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艺术的经济以及它的这个文化环境里面，你能做的，或者说你觉得它的方向又是什么？而且最后谈到实际的就是安心立命，我们从自我确定里面得到就是感受的这种抵达，但是在具体的生活里面实践里面，从经济，从我的这种不管是思想的传播，就是我的艺术的传播，还有就是说等等，比如说如果策展的话，策展的这种影响力，就是安心立命。安心其实他说的是安身立命，这种身心立命，然后抵达。我就想听听你在这方面的一个就是从实际的这种出发，你的一个状况。其实你刚才说到这种抵达，其实我觉得抵达是什么呢？我觉得可能是一种圆满。这种圆满就是你自己和你自己在一起，就是你的肉身和你的灵魂在一起。我觉得就是就像两个失散多年的人，就是两个失散多年的自己，然后他们走到一起，形成了一个球体，形成了一个圆满的他自己。我觉得这是一种抵达，就是叫什么什么具自足，就是你自己的一种圆满。我觉得我是这么理解的，叫抵达自己啊。对不起王老师，因为刚才就抵达的这个主题，我再想问一下，那你觉得你已经抵达了，还是你正在通向抵达的路上？如果你已经
抵达了自己的话，那你继续做这些艺术的冲动来自什么地方？因为你已经抵达了嘛，就是已经到了目的地。如果是任何东西一旦到了目的地，它其实已经就不需要再前行了。所以这个是我刚才听到这个提的问题接着一个问题。我是这么想的，就是说抵达这条路上就像一段楼梯一样，你在这个阶段，在第一个楼梯上你抵达了你自己，那你还会再往高一个台阶上再去抵达自己。所以这条路它是一个无尽头的一条路，所以你抵达自己的过程都是阶段性的。在这个阶段你抵达了自己，它是这样的一个圆满，在下一个阶段抵达自己是另外一种圆满。就像你在一层楼二层楼还是到顶楼，我觉得这是不同阶段的一个抵达，不同阶段的圆满。嗯，还有人有问题吗？那我们今天怎么样？本来还有些问题还想再讨论一下，但是我就如果其他人没有问题了，那我们就今天就到这边吧。非常感谢王老师这么好的，这么有哲理，谢谢，这么完美的那些每件这个视频啊，特别是视频以前的作品，每一件都是就是非常的震撼，都是有一定的那种大家多批评吧。因为我本身是半路出家，所以学中文的，然后从40多岁才开始做艺术，所以大家多批评多指教，然后谢谢郭老师。郭老师老鼓励我。非常录像啊，因为你那个做的作品啊非常有感染力。嗯，是这样子。